起身，推着他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第一面，对啊。我觉得做运动是这样子的，一个人很难坚持下来的，很难坚持。我觉得，尤其是减肥。你呢？我以前跑步嘞，我以前做健身训练的时候我也跑嘞，我是晚上跑，跑三四十分钟。哎，你在这个学校里面。很难坚持。要出去，学校里面跑。好，来了。十号隔离现场，然后过去。一两只拇指分别按住钥匙的一头一尾，平行连接。那你洗澡了没？洗澡参数1.5，现在把2.0拆下来，更换为1.5的。
刚才搞个其他的爱好可以的，一下就这样。搞个其他的事情转移注意力是吧？一下就这样。我就跟你们没搞了。